恩到现在，你觉得对你的爸爸妈妈的感觉，或是对爸爸妈妈做的事情，到现在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吗？没有，因为以前父母对我们做，比如说带我去中正大学散步，然后就会觉得是理所当然的。后来念完之后呢，感觉到父母对我们是很照顾我们的，可以体谅我们的心情。有时候爸妈对我们做一些管教的时候，有时候就会光顾，但现在念父母恩的时候，就会想到说，因为父母在教我们，而不是不喜欢我们，理解爸爸妈妈的用心，还有老师的指导，感觉父母对我们很重要，不会觉得他只是一个我们的爸爸妈妈专门照顾我们。